艺人罗志祥在台拍摄《机器之血》，与动作巨星成龙、欧阳娜娜共同出演。罗志祥和自己的偶像成龙一起合作，他透露当时和成龙初次见面时，自己还害羞地躲在卡车后面，直到成龙亲切地向他打招呼，他才敢正眼看看成龙对话。没想到罗志祥和成龙迅速熟识，并组成了反差萌的忘年之交龙珠 CP。两人不仅没戏时会在饭店畅聊整夜，他经常在片场搞笑模仿成龙在经典电影中的打斗戏，有趣程度更让成龙数度私下拜托小猪，可不可以教我怎么模仿成龙，让小猪听了哭笑不得，你自己就是成龙了呀。而曾女装朱碧石出单曲的罗志祥，这次在《机器之血》中有一幕为了要查案必须浓妆艳抹的色诱敌人，不但上身穿深 V 胸罩，下半身则是性感吊带袜，美艳扮相，就连在场的摄影师都频频用余光偷看小猪。而小猪受成龙宠爱程度以及在片中的美丽打扮，都让女主角欧阳娜娜小吃醋，开玩笑的表示小猪哥哥才是新一代的龙女郎。